钟家祖上留低咗一大笔黄金，就正正收喺赤罗湾监狱呢度下面。你想点做？只要喺监狱揾到古晶嘅痕迹，就可以快速锁定位置。就喺呢度，水泥墙嚟噶嘛？点挖啊？我有一个大胆嘅谂法，就系监狱。当呢个空间流反应嘅浓度足够高，我就会点火引吧。我一定会攞翻属于自己嘅嘢。阿爷，你要保佑我啊！2000多万港纸，点拆啊？